全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《大爱一线观》。人体的一个结构啊，实在是让人家叹为观止啊。不管你从外观上，你看肌肉可以产生出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出来，哎，这个可以形塑出那个健康的一个外观出来，这个我们可以了解。但是你从微观面来看我们的一个生理的运转的时候，更能感受得到那个美啊，那个秩序啊，有秩序，有美。这是人体中的一部分啊，那大家看说这个有秩序有美有啊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啊，它的结构相对不是很复杂，但是它产生出来的一个影响非常大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结构的一个东西啊？这是我们的胰岛素，所以胰岛素它会跟我们的细胞表面的这个接受体啊做一个结合，这个结合以后，它结合以后，我们这个细胞它就会开门。所以血糖它就可能进到我们的一个细胞去，进细胞里面去。如果这个胰岛素的功能不张，譬如说胰岛素的这个阻抗力增加的结果，哎，它这个门就不开，不太开的一个结果，它血糖要进去的就会减少，所以我们的血糖就会飙高，糖尿病就会产生出来。所以胰岛素那只是简单的一个结构，它跟我们的细胞表面的接受体做一个结合以后，可以产生出这么样让人家惊奇的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出来。好，那大家听到胰岛素啊，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只要开始打胰岛素来控制糖尿病的这个血糖的时候，它就会演变成要洗肾。这几乎是很多人都会一听到打胰岛素，我们看听到病人的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子，担心啊，忧心忡忡啊，到底会不会这样子，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解答。这个血糖的一个高低啊非常重要啊，有些人血糖会低啊，在某个特别时刻，新娘在什么时刻，结婚的时刻，因为没吃东西。现在新娘大概不会，现在新娘吃的也蛮多的，因为她知道要负担的事情，还一下又要换衣服，又要变装，又要表演，很复杂，所以啊要吃很多东西啊，所以比较不会。以前的开玩笑，那个一天到晚都不能吃的一个状况下，血糖会低啊。不过这个画的倒是啊，兴高采烈的状况啊，人都飘起来，好像在这个天鹅把它载起来这个状况啊，夏卡尔的画作，俄国的画家那种想象的空间啊，以及真正让你感受得到那个梦啊，它的一个力道啊，这个夏卡尔这个是真的阐释的非常非常的好。好，假设结婚，你去参加婚礼，或你自己是其中的这个主角，肯定会听到这样的音乐。这就是新娘的爸爸要牵着新娘来去走到那个这样的一个地方以后，要交接任务，交接给新郎的那个状况啊，这个美的再加上那个穿的那个新娘的礼服啊，就是让人家非常感动的那个画面。那这个到底歌曲的背后是从谁来做这样的一个歌曲啊？大家想到可能会觉得，哎，这个好像这个很严肃的一个人，华格纳，德国的这个作曲家、指挥家，19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师啊，音乐大师啊，艺术大师啊，哎，这个是他的这个作品里面歌剧是最主要的这个主要的题材。那么他的一个歌剧里面也有很多非常强烈的那样的视觉的一个震撼，所以当时的某些讽刺人物啊，画这个卡通来讽刺他说这是华格纳，他把人的耳朵，这是耳朵，给他好像这个给他撞击啊，有点流血的一个状况，所以表示他的一个声音确实音响的一个效果肯定是非常好，19世纪就能做到那么好的情形。所以华格纳他的一个这个作品呢，叫做《罗恩格林》，这个歌剧《罗恩格林》他把这样的一个刚刚
提到的那个结婚进行曲啊，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它的一个内容是怎么样。就是这是艾莎公主，艾莎公主啊，那么艾莎公主有人谣言说她杀了她弟弟啊等等啊，造成这个动荡不安，也危及她生命啊，所以啊就有一个一定有公主有问题啊，那就王子要来。他这一个倒是不是王子，是一个骑士啊，叫做罗恩格林。那罗恩格林就来了，哇！你看看歌剧里面扮相都是很俊俏的，然后有他的英挺的那一面啊，果真就很有说服力啊。然后罗恩格林就来救这个艾莎公主，那救了艾莎公主，后来就大家就非常开心了，就要结婚了，然后要乘这个天鹅船啊等等的那样的一个情形啊，从动荡不安到这个变成要谱下那样的一个爱情的这个曲子啊，那要结婚了。要结婚的时候，这个罗恩格林就跟那个艾莎公主两个人有个默契啊，就是说你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你不要问我的身份是什么，是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啊？待会再跟大家解答。那好，要结婚的时候，这个华格纳就把这个刚刚结婚进行曲那个混声的合唱，四部合唱，做成那样的一个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印象非常深刻的音乐。听不太懂，听不懂德文啊，但是你听到那样的音乐，就算那个歌词内容不了解，还是觉得那个圣洁，还是觉得那样的一个哇，心情非常舒坦快乐的一个感觉啊。好，那于是罗恩格林就跟这个艾莎公主成婚了。成婚以后的结局怎么样子？这样子，后来还是分开。为什么分开？艾莎公主有一天，这当然不是艾莎公主啊，问她你到底是从哪里来？你为什么不告诉你我的身份？你的身份是什么？这个罗恩格林就跟他讲说：“难道这个爱情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？那我们只能选择那样分手吧。”那为什么他不告诉他身份？因为他是圣杯骑士啊，圣杯骑士要保守他秘密，不能泄露出他身份。好像你是哪个情报局或者是 CIA 这个 MI6 的，这个不能随便跟枕边人讲你是 CIA 的人 MI6 的人啊，这个反正歌剧是这样写的。好，这个抢救，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个抢救这个肾脏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个案。肾功能它是这个我们除了可能水肿啊，有一些不舒服倦怠无力的症状以外，我们抽血检查会发现这个病人啊，这个肾功能的指数啊提高，那样的一个尿液的检查、血液的检查都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。那这个病人70岁，那他为什么肾功能最近会变差？那医师就要去详细了解。那知道他原来有的病是这样子，他反复会发作，这个是关节痛，这是痛风啊，痛风。痛风也会在手肘这个地方，不是只是在脚那个地方痛风。那痛风以后就会吃了很多的止痛药，所以止痛药很多，尤其是某一类的这个止痛药，它对我们长期使用以后会对肾脏造成不好的影响啊，所以是造成他肾功能变差。所以给他做肾脏的超音波看起来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肾脏里面也有一点点这个尿酸的结石啊，所以白色这个是尿酸的结石，所以整个就会对肾功能有一些影响。所以它的一个影响绝对不是只是在某个关节造成这样的影响而已啊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疾病啊？止痛药要小心使用以外，某些食物大家减少这个普林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食物，包括内脏啦，包括酒啊，这些是绝对不能吃的状况，还要叫他一天喝2000到3000cc 的水啊，这样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原先有结石的，有这个好像有结晶的变成没有结晶的一个状况啊，他的肾功能当然就恢复成正常。台湾的洗肾人口有多少？台湾的洗肾人口有10万人啊，所以这是大家要提醒的，吃一些药都要非常小心的。所以打胰岛素就会洗肾吗？当然不会。打胰岛素对于血糖控制好，肾功能当然也会变得更好，所以反倒是逆转才对，不会造成洗肾。来，你收看。